晚上教练啊，祝大家成绩单跟我无输无输赢吼，咱对未来申请这张马丁吼。第一项是安尼吼，哈，我不多讲啥，我介绍一些朋友伫咱中间，啊，然后就刘廖美金美啊，廖啊赖金美啦吼，廖金美，他伊咧住伫国际路一段1120号一楼嘛。欢迎上河地。我们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跟他交谈哦。报告弟兄呢。高级，请大家用三分钟时间来公布请来，要多谢你们。外面是主日学的分班的上课，啊，我们来看这一班。这班是国中班，刚才拍照，现在摄影，啊，一个都跑不掉，啊，没关系，继续上课。这个是教会进来的拉比，这张长桌是聚餐用的。他过来了。啊，这个是电梯进来，这是招待的地方。好，我们来看正面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，是做什么的呢？哦，这边是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休息的地方。平安。Hello， 我们跟小 baby 打招呼。Hello。好，现在带你们来参观厨房。哇，有厨房哦。平安。好，这是专属的厨房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啊，还没有整理好，才刚刚搬过来。冰箱放外面。啊，这个是外面的工作间啊，好，看懂了吧？这什么符号？这是男生的，我们偷看一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好，女厕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仓库，然后外面是阳台，可以看到对面是国泰社区，这栋是冠桃园的后面。我们看下面街道是哪里。拍摄到的街道叫吉昌街。我们看冰箱第一个礼拜有没有东西呢？
打开来看看。哇哦，好丰盛啊。等一下要吃的点心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各班的小教室。对，依琳姐妹，嗨，啊，你被摄影进去了。哎呦，对啊，我都想躲都躲不掉。哦，这里是七楼电梯。好，我们来参观其他的小教室。哇，教室很高级哦。捡起来，好，谢谢。还有电视墙。哦，现在。来这边的，这个好，谢谢你哦，我等下收，这个也收，这个也要。我来访问一下，请问这间是什么小朋友的教室？这是幼幼班的，你们说？啊，幼幼班哦。对。哇，幼幼班很舒服哦，有这么漂亮的木柜。小朋友都出去了，来的不是时候，他们去洗手了。哦，洗手要吃东西。对，还有一个小小的电视墙。嗯，来，我们先把木柜很漂亮。妞妞，妞妞，来把这个点在这里。哦，这边有书柜。对呀，刚才看到，不是你。好，然后没有，长之后没有看。对不起，来，我们访问一下，请问这是什么班？国小 A 班。好，国小，好，好，这间教室。你怎么跟我一样的手机啊？也很棒，很高级。好，来，赶快来，谢谢。好，然后到我们到食物的时候，哎，时候没有，不要跑掉。这个时候食物的这样。好，我们看这一班。这个是英文班。他们刚才在上英文。现在时间到，回座位，我下去检查好不好？好，这一排吗？装到头啊！暖暖。这个每天是洗澡。等一下，起来了，啊，这里是音控中心。哇，它有这么可爱的电话。好，这边是要上去的。哎呀，对对对对。OK， 好，麻烦你，谢谢。行行行行。好，介绍完毕。